来到了机场的这个停车这个位置，要还车，要上到八楼去还车。您可以先收拾东西啊。哦，我们东西挺多的，你等等我啊。哦，我要慢慢收拾。慢慢收啊。嗯，然后我们赶快打包吧，我们的东西好多。老妈，快点。我们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们的车已经交了，完好无损，和提车手一样。我们现在就要找那个上登机口了。帅哥，登机口怎么走？前边那个电梯下到二楼。下到二楼。二楼走到对面。哦，好的，老妈往前走，下二楼，第一航站楼，老妈，就这样。航站楼很方便，黄兰车跟着直接就到了航站楼。我们现在过了安检了，有点冷，得穿着那个外套。把我们的登机口，正前，后头有啊，登机口。我们在登机前还得去拿这个免税商品，差点我就忘了。刚才老妈说，咱还买了东西了，还得取呢。要我就忘了，直接就走了。博奥，是吧？在博奥，在博奥，为了免门票，完了买那个免税商品。门票是80块钱两个人，最后老妈舍了血本，买了3瓶防晒乳。免税商品做的真好，你看现在人们根本就不用去外头了，直接来机场这儿，临走前把想要的东西买了就完了，很方便。对啊，你以前不都得去国外，泰国、香港呀，啊，去这些地方去买。哦，人现在中国就自己就有。嗯，你看看，光是来这儿免税商品提货，排队就这么长。先排队，先排队，我先给排上。登机牌出示一下。拿上登机牌，拿上提货单，过来提货。看看这提货的人有多少，咱找一个人少的窗口。这边人少，这个人少，他去帮我们配货了，要等一会儿。好了，取上了。老妈哪去了？老妈，走吧，咱们登机口在221，再往前走。这有以后有了这个防晒霜了，进口防晒霜。好的，以后下次来就不至于黑成这样了。我们走错了。对，这头才对，咱刚才走了反方向了，这多亏离登机时间还早，就是快登机又完了，得误了登机时间，这才是211，刚才我们说成221了，又弄错了。那是你有哪赔不什么？不是您弄错的。一天看不看？我问您这多少号，您说221。我哪没记住？我顾不上看嘛。净走冤枉路了，对，净走的冤枉路了，怪谁呢？这是谁了？你看看，弄得我脚疼的，走也走不动。我们这趟出来走了将近10天，老妈10天呢，咱们玩了10天呢。哦，高兴吧？高兴啊，高兴就往前继续走。211开始飞了，滑翔了。滑翔的。对，2个多小时咱就到杭州了。我们已经准时落地了，谢谢谢谢你们。杭州我们回来了，还是挺凉爽的。啊，我们还要去取箱钩子，到那个行李提起那儿。我们今天托运了。B05，老妈，再往前走一走。终于开始了，走了，要吃饭了。大家都在等着自己的行李箱。老妈，咱们吃呢，饿了，已经到了，还有一个。
到了，赶快把这个放回去。